提到哈，来，我们请一下这个郭牧法师有想要来提一下的。我真的非常感恩哈，诸位法师就是陪伴，然后我知道他们都一直希望说我能够突破这样。那我自己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突破，一定要突破这样子。那还有就是感恩这几位的。那个金刚护法居士们是护法居士们的发心，因为我很感动，因为他们这样辛苦的赚钱哈、哦，来护持三宝哈、哦，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，很感谢你们的地方哈、哦，啊，也感谢诸位师父哈、哦，还有我们的中院法师哈、哦，给我这一次的机会，还是那一句话哈、哦，感恩就是诸位法师还有各位师父。阿弥陀佛。